首招牌金曲《昨夜星辰》开场，功力依然不减当年。安娜林淑荣即将在5月12和13日举办个人演唱会，希望歌迷带爸妈一起来欣赏。为了向贵人凤飞飞致敬，林淑荣现场也清唱一小段凤姐的《潇洒的走》。就这样，不声不息离开你，仿佛在你眼里感到无限的悲戚，好像也无曾笼罩你的心。谈到演唱会为何办在母亲节下午，林淑荣说：“那天刚好是母亲节，那因为很多子女啊，就要带着爸爸妈妈长辈去用餐，反正晚餐呢，怕他们太赶太紧了，所以我们就挑在下午。”平常在运动健身的他也神秘表示，目前正积极练舞，演唱会将会有不同于以往的活力表现。这次的嘉宾是会让你惊艳的歌王。好朋友叶嘉修也特别从北京赶回来，他也透露会有歌王级嘉宾助阵。台湾《醒报》记者李淑凡、陈佩瑜采访报道。